BC 和 Alberta border， 四年后再次来到 Boone Mountain， 地下全是冰，真正的黑冰。哪一个日本啊？哎，那里还有一个。因为梦见你离开，我从哭泣中醒来，看夜风吹过窗台，你能否感受我的爱？等到老去那一天，你是否还在我身边？那些诗人谎言，随往事慢慢飘散。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，可是谁能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？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，可这一生有你。我们已经沿着这个小溪走了很久了，现在一直顺着小溪往前走。 4 kilometers bushwhacking， 因为梦见你离开。有搭脚的就请鞋不湿。我从哭泣中醒来，妈咪过去了。对，这就没有路，就是往上走吧。你能否感受我的山坡上走？等到老去那一天，你是否还在我身边？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。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，可是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？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，可是一生有你我又陪在你身边。左边右边，当所有一切都已看平淡，是否有坚持还留在心间？现在我们来到了山底下，山底吧。前面现在已经上了山脊，那是甲顶，甲顶再往前走就是真顶，大概还有半个小时路程。现在已经三点了，我们打算下车了。顺利到达 Boone Mountain Ridge Upper Ridge。Good job, guys！ 那是我们刚刚上山时候走的咖喱 off trail 了。Trail 这个咖喱好走多了。一直往下切回铃子来。太松了，你滑不下去。这个地方是最分叉。看看到左面和右面，我们从右面顺着坡上走。实际上 ，all trail 上路，它应该是从左面上比较容易一些，坡比较缓。我踩一个冰镐就用了，看到了，哎，慢点，嗯。我抓过一次断了，而且特别粗的树枝。啊，对，用手扶着。